还有人记得张飞就爱金元萱吗？他居然出现在李孝利的节目里了。如今已经52岁，金元萱样貌和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区别，哪怕是素颜出镜，美貌在女明星中依旧出众。当他和好友去回顾早年那些穿着小黑裙跳的性感舞蹈时，害羞到大喊要疯了，性格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可爱讨喜。金元萱和鞠婧祎一样，是当年来台湾发展第一波韩流明星。虽然金元萱会的中文不多，但是能歌善舞，性格也非常可爱。金元萱和当时的综艺大哥张飞互动更是相当有爱，有一幕是他偷偷跑到张飞身后捂住他眼睛，两人也因此传出绯闻。金元萱对于绯闻并不避嫌，多次为张飞主持了综艺站台，不少圈内人都猜测金元萱如果和张飞继续发展下去，会不会成为神仙眷侣。不过后来金元萱还是回到韩国，渐渐在娱乐圈消失了。时隔多年再次参加真人秀，真的很让人感慨呀。你就摔倒哎呦哦，你喜欢的人来捂你的眼睛， 你干什么？